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突然想吐。哎呦，是不是中暑了？不知道。赶紧去诊所吧。坐我车去吧。你快快快，先扶他上车。这个伙伴们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有点急事啊，就播到这儿吧。黄叔，庆林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直在吐。对，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恶心。没关系，不要害怕，我给你看一看啊。庆林，庆林，你咋了？记得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还把那个仙女儿给吓晕过去了。后来啊，这个保安呐，不懈努力，终于把她追到手了。他们俩啊，很幸福。就是有时这个保安吧，总有点犯傻，经常惹那仙女儿生气，这个保安亏欠他的地方太多，太多了。通过的直播呢，我也希望在座的粉丝们，如果感觉到你配不上你的那位仙女，你就要不懈的努力去追求她。拿出你的真心换他的真意，祝愿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，永远幸福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！在这喜气祥和的日子里，我们迎来了一对新人，宋富贵先生和李庆芳女士。这么会儿干啥去了？这带疯的！我报答一个好消息啊，这个消息比我老丈人结婚更重要。我媳妇宋庆龄怀孕了。